还有是海妈，这是冬天隐藏的快乐，经过低温霜冻，只要掉叶子的地方你就去看，去感觉，去摸，这里就是笋，这个位置就是顶芽，捏到里面有一坨硬邦邦的，它就是花芽，这就是冬天隐藏的快乐。我喜欢一项工作，就是每到冬天来的时候到田里面来捋这个东西，尤其是看到那些哎呀只有那么丑的捋出来乖得不得了，哎，心里的成就感满满的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这一个大海蓝明年的话，它的花量大约是9朵左右，顶芽很充沛，根系又很发达，建议就是在每年的2月下旬的时候即刻为它换一个大一号的花盆。来隔壁看一下，看它像咸菜一样的样子，这是无尽下你的每一片都不剩，然后观察底芽顶芽，好治愈呀，好乖呀。所以假设你在冬天的时候面临到很多植物的这种枯萎的情形，不要忘了去把叶子捋开，去观察一下植物的力量。当然我们这个捋干净的带着明年饱满花芽的绣球，现在的价格也是非常便宜的，因为我这一片地种不下了。观众海妈陪你种花，拜拜。